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接下来请周春米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主席，大家午安。国会调查权哈，大概在实务上、学说上，历经台这个大法官会议释字325号、585号、633、729号的一个解释，应该是可以确认说，已经被确认为是一个国会的固有权限哈，固有的权利。但是比较有争议的是说，这个国会调查权的定位跟性质，是国会的辅助权力还是独立的权力？那国会的调查权行使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有没有限制？那在释字585号解释指出来，立法院 为了有效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立法职权，本其固有的权能自得享有一定的调查权，又指出基于权力分立跟制衡原则，立法院调查权所得调查的对象或者是事项并非毫无限制。所以在我国的释宪实务，确认这个国会调查权是国会固有的权力，那也是辅助的权力。那依照目前的现行的法规，我们看得到有关于在调查的部分，应大概就是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这个文件调查的处理这边的规定啊，所以这部分想请教这个立法院的秘书长。请林秘书长，谢谢。周委员你好。秘书长好，我想请教就是说，是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45条，好，他这边有写到说规定说，立法院经院会决议得设调卷委员会，或经委员会决议得设调阅事专案小组，要求有关机关就特定议案涉及事项提供参考资料。那照这个现行法的规定，是不是说立法院或者立法委员，我们要来行使文卷的调阅权，就是调查权中之间的一个调阅权，一定是要经过院会的决议，要设一个阅卷委员会，才能够去行使这样的调查权。报告委员，目前的行使是如此，的确如此，就是说他需要经过院会的决议，才能够做调阅文件的一个行使，是这样没错。好，但想请教秘书长，就是说在我们立法院历年来的实务跟作为上，什么时候曾经针对过哪一个事件或者是要调查的相关事项成立过那个阅卷委员会，或者是委员会我们有成立一个调阅专案小组，就你们的这个我们目前好像还没有真正报告委员。过去实务上委员会都是成立调阅小组，那院会的层级是叫做调阅委员会。那过去这个法通过之后，在实务上也都有一些例子，像上一次那个。这个法是什么时候通过的？这个是在325号大法官解释之后啊，325号我们就去增加的。所以从325号大法官会议解释之后，除了319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之外，那全部都是委员会成立的这个调阅的专案小组。就像我们这几天开委员会所提的案子，然后去调阅相关的资料。对，就是说如果委员会啊觉得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案子，他想要成立调阅小组的话，依照这个45条的文字规定，就是经委员会的决议得设调阅专案小组，要求有关机关就特定议案涉及事项提供参考资料。那这个参考资料就不是所谓的文件原本，如果是文件原本的话，就像我们刚刚秘书长讲的第二项必须经过院会的决议，我们刚刚秘书长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要调阅机关的
参考文件原本的话是就要院会的决议，对对对。那在这几十年来的时，就是说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就还是没有成立过这样子的一个。实务上有，而且有在运作，就是他调阅来的文件都会依照这一章，甚至请行政机关的人在那个会议室，然后资料就放在那里，那关心的委员就会去那边去翻看那一些文件。你可以说明是哪一个案件？因为实务上，因为我们是法制局，我们就是知道说委员会都有，所以可能因为今天来的委员会，就是委员会也有，对，委员会调阅小组的小组就对，实务上有，所以就是去调来原卷，然后在委员会。就是如果你调原卷的话，要经过院会决议，那其实送是参考资料、影本之类的。报告委员。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按照这个我们立的这个45法文立法院的调阅文件哈，现在这个委员会调阅的那个其实都是属于参考资料，它并非真正的研件。如果是研件的话，一定要院会通过做决议才能够调阅。那现在那个委员刚才所这个所需要了解的说有没有院会通过来调阅真实的文件，对对对，目前来讲好像没有，就是院会的决议是没有，除了319成立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律师处那边可不可以补充一下？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这个例子。没有，没有。319那个调查也不算，那个好像没有院会通过。哦，没有院会通过，对，是，就是一个条例通过这样。对，好，谢谢。那所以目前这个立法院的调查权、调阅文件调查权这个部分，事实上就还没有真正院会决议，然后去行使过这样的调查权，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报告委员，在因为现在我们以前都是会去查看那个议事的国会图书馆建立那个议事资料，因为很多届了嘛。我们印象里面，像最早以前有一个30家农渔会的那个信用簿，有一个调阅的案子。那个局长，你占用我太多时间了。我想结论应该是没错啦，就是说，这个条文规定之后，院会是没有正式决议过去调阅文件的原件，就对了。对，好，谢谢谢谢。那我再请，我现在请这个监察院。好，这个、谢谢委员。好，请监察院哪一位？主要是调查处，调查处，调查处，嘿。周委好。好，处长好哈，主要是要请教贵院的经验呢哈，因为你们是在宪法上这个调查权是被肯认的嘛，而且你们确实也在执行。那我想请教说，你们怎么调查在审判中的案件？还有公惩会在审理的案件，或者是大法官在审理的案件，你们实际上的运作是怎么样？跟周委员报告哈，这个审判中的案件哈，我们通常在委员的这个指导之下呢，我们都会尊重司法的独立审判了哈、那通常是会这个好透过。发调卷的方式去取得一些的卷证作为办案的参考。就是在审判中的案件还是可以调得到卷，调得到卷的影本就对了。是是，就是审判机关把他们复印了送给你们。跟中文报告，当然也要司法机关他们愿意协助，我们才能。这个调得到这个资料，所以你们请求这个司法机关协助，是先函司法院，还是直接给各个法院承审的法官？我们通常都会遵照我们调查委员的这个指示哈，应该会发文给院方，那同时呢也会有一部分也会知会当地的法院副本给这个陈审法院，院方是司法院就对了，对对，就是会先、就是、用公文的方式。那公惩会的案件也是有，跟委员报告哈，如果是经过监察院已经弹劾送到公园惩戒委员会的案子，我们就等公园惩戒委员会议决、所以我们不会再
在，所以那个照你们的调查的那个程序是不会有的。對對對，是。那大法官审理的案件呢，比如说最近我们之前在讨论的这个侦查中被告跟辩护人的羁押权，有没有调查过大法官在审理的案件？这跟作文报告哈，这个我因为我不太了解，就是说目前委员独立行使职权有没有去调查这个案子，我是不太了解了哈。如果有类似的案件的话，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可以？你再回去查一下。是是，谢谢谢谢。那我要再请教，就是说是你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你们当然调查的对象是公务机关公务员，是，那如果有其他相关要了解要证明或者是需要确认的事项，是不是也会约询一般的人民到监察院来说明或者是所谓的作证？跟作文报告，我们可以邀请民众哈来作证，但是我们不是叫约询，是请民众来作证，会给他一个证人的费用。就是请他来，应该也不算不是法律上的作证吧，因为你们没有拒绝的，请他拒绝的权利嘛，是，也没有要求说他一定是要据实陈述的一个义务嘛。对，我们只是了解他所提的内容或者他的委屈。就是会请他，会也是会有请人民到监察院来说明，对对，但是就仅此于说明，你们对仅此于说明，而且会征得他的同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强要求说一定要到，不到的话要处罚还，没有，或者是说他作证的内容是虚伪的，然后要去处罚，没有没有没有这规定，没有这样的规定，是，对，那好。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再请一下那个施行厅的厅长好不好？请他等于法律的确信。来，请您厅长。简。来，谢谢。厅长，那就综合以上的这个质询，委员好，就是说我们立法院那基于目前的法律规定，如果说我们院会是成立了一个决议，然后要跟司法院审判中的卷证来调阅这个相关的卷证的话，那您的法律意见是怎么样？是，那么因为现行法的规定并没有说明文规定说监察院调查中的案，我说立法院、立法院调查中的成立的委员会要向法院或者司法院去调要文件资料，是这个意思吗？就依照现在的45条的规定，如果院会决议要跟那个审判中的案件来调取资料的话，您的法律意见是怎么样？是，那么审判中的案件原则上是不受外界干扰，这是宪法第80条明文规定。那么这个个案来讲，就具体个案来讲，我想认为应该是由法院个案的陈审个案的法官来做明确规来做回应。所以就是个案的法官他自己来决定。是，那他如果认为说有侵害到他的审判权限，是不准给阅的，是这样子吗？ 我想是应该尊重个案法官的决定。好，谢谢你的意见。好，主席，我的质询到这里，谢谢。你请留步哦。这个，不，你厅长请回啊。两位也请回。我是要提醒啊，刚才高局长的答复啊，跟秘书长答复说，本院从来没有成立过调阅委员会，但是呢，有没有成立过？有成立过嘛？但是没有实际上的，没有实际上做决议去调阅文件。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时间12分钟，谢谢。顾委员，我特别跟您提醒哦，因为我们会务人员注意到你每次都会到主席台来拿六法全书，所以我们现在把六法全书调到您的桌子前面。好，谢谢。我先想请教一下那个法制局局长哦。来，请高局长。
就是说，我拿到这个法制局在103年10月出版的这个国会调查法制的相关资料。对，你有参与过这个相关的调查的资料的？那里面是撰写吗？对，那里面是其中那个韩国的部分，韩国的部分。那时候我们的局长谢福美，那他是带我们去日本跟韩国。那韩国的部分，因为我们的韩文的部分是有特别请那个外交部来协助我们做一些韩文的那个翻译的工作。好，那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这一个国家哈，大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跟韩国。啊，我个人的浅见当然是说，英国、德国、日本是内阁制哈，所以他是行政官员就兼国会议员。那因为我们的国家毕竟这一个行政官员不是国会议员。啊，一般讲起来是半总统制或者接近总统制的这一个双所长制。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比较能够比拟的可能是美国的调查权跟韩国的调查权。那我看到了一下韩国的调查权，它是直接订立两个法律，一个叫做国会国政监察调查法。那另外一个呢，就证人的部分呢，它订了一个叫做国会证言鉴定法了。哦，那所以就这两个相关的这一个法案哦，如果要定国政监察调查法或者是国会的证言鉴定法这样来处理的话，那你的意见是怎么样？我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哈，因为现在时间比较久远，韩国的这个国会它本身有一部国会法，那国会法就是规定它韩国的国会的组织还有它相关职权的运作。可是他针对这一个辅助国会职权运作的法律，他是另外拉出来，就如同刚刚委员所讲的，他去定一个证言鉴定法。那好，对不起，我插一下，因为根据这一个国会证言鉴定法，我看起来它是大概是所有国家里面最严格的，也就是他一再的用刑事的手段去处罚这一个拒绝配合证言或者作为虚伪证言。但是因为我们大法官4585号解释啊，大概就只能用施以罚款的手段。对，所以我觉得韩国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鉴定，法律规定规范方式，比照我们大法官4585号解释，看起来是不太能用。那如果依照美国的相关的规定，或者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如果对于所谓的拒绝证言，然后要处以处罚，或者为虚伪的构成藐视国会的这样的相关的权限，我问你。是谁来决定要把他移送来处罚？因为我的了解，我再讲一下，美国国会一定是经过国会以后决议，然后授权各该委员会成立听证嘛。对，在听证的时候呢，相关的人如果不配合的时候，那可能会构成藐视国会的这个问题。那这个的时候呢，委员会如何来决定？我的问题是委员会的主席一个人决定，还是委员会的多数决来决定？这边没有，很抱歉，那个委员，因为我没有太时间太久，但是就我个人的感觉，如果按照585号的解释，因为整个民意机关是合议制，对于人民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裁罚的动作，当然是要透过合议的方式来处理，它的程序保障呢会比较严格。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啦，对，一般我们到法院去，那到法院去，那如果说不来，那法院的法官就直接。把他处罚缓，或者是可以拘提他到场。那么，如果他为伪证罪的话，那么就直接依照职权就移送检察官侦办嘛。那因为这个是法官的职权，这没有问题。对。那因为立法院呐、是113个委员构成的。那这个时候呢，假设院会决议说，成立一个委员，或者授权某个委员会来进行调查。调查之后呢，有人不配合或者来做一个虚伪的这个陈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谁要来？谁要来决定如何来决定？你的意见呢？这个部分就是当初我们刘汉廷局长在的时候啊，曾经也有他跟我同事有哦，就是也曾经就这个问题啊，在局里面哈、来跟我们做讨论。那时候呢，因为大法官的解释，我记得就是说，在那个罚款的部分必须经过院会决议。那时候刘汉廷局长就讲说，如果院会决议是采用一个盖瓜授权的方式。让个别的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或是该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合议决定裁罚的话，这样
就问我们有没有违反585号解释。就我的了解，在经过美国的话，经过授权委员会调查之后，举行公开的听证的情况之下，那么决定做这样的一个处罚的手续的移送啊，是由委员会多数来议决了。那我们那时候就是配合我们院里面的学员，我们那时候初步的看法是说，即便是授权给各该委员会的委员来决定，我们也不要像美国那样，我们至少要把这个决议呢弄成到院会，至少是提报，提报而不是一个讨论的概念，还做一个讨论案。大概是可以用报告案，但是报告的时候呢，全院的委员可以表示说要退回，或是怎么样，或是说直接做一个单纯的表决。有人有异的话，单纯表决。有人有异的话，再进行表决。直接表决，对，这是你的，就不去修改它。好，对，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监察院，监察院是调查处吧？是，请处长，郑处长，请问一下监察院哈。根据监察法的26条，你们在调查权的行使的时候呢，是当然可以去向各机关部队或公司团体都调取资料，然后而且呢，请求各机关团体的相关的主管人员或其他关系人可以来陈述嘛，对不对？询问嘛。那而且这一个监察法26条规定是说，如果他应该为详实的答复，那我请问一下，那如果他不配合呢？按照现行的监察法，你们怎么处理？我们假设以这个324的行政院的这个暴力驱离案件，那现在假设一个调查委员立案调查了，对不对？然后请相关的行政院的这个警政署的相关人员到场。那么第一个他可能不到场，第二个他到场了以后呢，不为这个诚实的答复，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办？报告顾委员哈，那我们约询人员之后呢，他是不是他所为的答复是不是真实？我们还会做其他管道的确认。我现在问你说，假设他不为真实的答复，你们有没有认定过说他没有为真实的答复而做什么样的处置啦？在监察法有没有赋予调查委员这样的权利啦？目前的监察法没有，没有。所以他不到的话，你们怎么办？我们因为监察法没有对不到的人员有提出任何的效果的法律效果的规定。对，但是对于他如果不为详实答复，也没有任何这个机制来加以处罚。目前的监察法是没有，但是我们会用其他方法。什么方法？你介绍一下。就是用，比方说，我从不同的管道去了解这个讯息确实是真或者是假。然后呢？然后我们了解，假设了解这个讯息是真的，我们当然在写调查报告的时候可以来采用。也就是说，我的了解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你们是针对这一个公务员的纠举弹劾嘛，是。那最后如果他如果不配合，你就给他纠举弹劾嘛，对不对？那如果他认定他有什么事证，认定他当时的陈述是假的，你也给他提出弹劾嘛，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权限来运用嘛，没有办法直接对他的虚伪陈述本身来加以说藐视这个你们监察院来加以处罚嘛，这样的讲法对不对？跟委员报告。刚刚顾委员所建议这些呢，我们都尊重监察委员独立行使职权的这个。我说依法了，我说依法，那不然要怎么强制他来配合呢？那因为目前监察法对这个没有规定。那你们有没有因为他不拒绝到场、拒绝配合、接受询问，或者因为虚伪的陈述而加以把他这各该公务员进行弹劾的？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另外幕僚人员？好了，能不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时间我还有很多问题。可不可以请苏研究委员代为答复一下？简单讲，就是说这样子有没有构成公务员应该要被弹劾的要件呢、啊？这样子好不好？好，苏研究委员。如果依照我们监察法26条规定的话，只能虽然是规定说可以去询问相关人员，但是不得拒绝，但是并没有他拒绝的那个法则规定。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警政署假设就对于说他打人的警察，他就永远找不出来，他事实上那一步已经找出来了，那你们能够怎么办？不是，如果是一般公务人员的话，他如果我们另外查具体事证的话，我们可以弹劾。但是对于一般的民众的话，他我现在讲的是公务员嘛，你公务员可以，你负责的对象当然是公务员的纠举弹劾嘛，这不是只要有具体事实，我们后具体事实，假设说他到场明知这个是虚伪的，而他仍然为这样的陈述，你们是可以给他做一个弹劾的动作。公务员的那个部分，公务员这一块，他如果我们具体事实我们可以弹劾，如果他有违反刑责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移送法办。具体的有什么刑责？
他你又不能办伪证罪，我们刑法的伪证罪有处罚到他这一个吗？他并没有那个刑法伪证罪的要件应该没有到这一块，没有到那个，没有啊。对啊，那你怎么把他送？那如果说他是送行者，查到如果他确实是有伪证的话，虚伪陈述，我们才有办法。嘿，不然的话，那我再问一下，你们的调查权的行使，依照这一个监察法的26条的，应该是第四项，是第三项吧？嗯，应该都是秘密行之嘛，是吧？对，并不公开。那我们立法院如果要实施这个调查权，应该当然原则上要行公开啦，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们在于对于他已说，他不自证己罪啦，他不觉得有自己造致自己犯罪啦，或者又受到会有这个隐私啦，或者是等等啦，他可不可以拒绝陈述？如果你说公务员他如果拒绝陈述的话，我们是在询问笔录上我们。他如果不讲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强制他說。公务员大概是不能够引用这个，公务员大概只能为了维护公务上的机密罪了。那剩下来一般的人民的话，你们也没有任何强制的手段嘛，对不对？没有任何强制手段。所以监察院才会被认为说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那我们现在谈国会的调查权的这一块，我想请教一下司法院的林厅长，好不好？来，麻烦请，谢谢。也是问一下您法律上的确信嘛，对不对？好，我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假设国会调查权，那么给予一般的人民跟官员，这个585号解释是允许的，对不对？是的。但是585号说最多的手段是可以罚锤呐。是。好，所以我们今天就324这个案件，那我说要调查，那我就请警政署来了，对不对？我也请一般的人民，好，大家来了，好。那可能有的人来，有的人不愿意来。是。那这时候就你法律上的确信啊，这个的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要怎么做？我想在大法官585号解释的意旨范围是只有罚锾而已。对。那么如果是由在这个由立法院立一个法，对，时间有限，我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比较细的问题了。是。第一个，他不来，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强制他来，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以拒绝证言。我就讲了一大堆理由，比如说民诉讼法跟行政诉讼法里面都说我会被蒙耻辱啊，一般的人民啊，蒙耻辱就可以拒绝嘛，这在民诉讼法跟行政诉讼法里面有的，刑事诉讼法是没有了。那或者说，我涉及到我隐私，我不喜欢在公开的场合下被讲出来，或者我会招致我的亲友或我自己被刑事诉追，这个都构成可以拒绝证言的事由嘛。那公务员可以说我职务上要保守秘密，也可以拒绝证言嘛。这相关，那我的问题是，他这样不来的情况之下，这个的时候，在法院在检察官侦查的时候，检察官决定，对不对？在法院的时候是法官决定，在立法院我们谁来决定？是，我想这个尊重大院立法的自由行程啊。如果在制定法上面有这样的规定，我想立法院应该是有权做这样子的处罚规定。我们立法院113个委员了，那你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谁来决定？我的前提是已经经过院会决议，已经通过授权某个委员会进行调查，或成立特种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情况之下，那可不可以由委员会的多数的议决来决定命他到场，然后不到场呢？要看怎么办。报告委员，这个。如果单纯就585号解释的意旨来讲的话，是应该要经过院会才能够决议。是，我稍微研究了一下民诉法跟行政诉讼法的不同哈。民诉法它有一个309跟310，它有一个暂缓的条款，就是说他如果不来啊，那个法官呐、啊，他可以询问当事人以后裁定，可是他可以抗告，抗告了之前呐、啊，他可以暂时不用来。所以我的建议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传他来，他不来。那我们认为他拒绝证言的理由不正当，所以我们还是要传他来。这个的时候呢，经过委员会多数决议后，请他来。那他这个时候可以到法院呢，声明异议，就是比如说到行政法院声明异议。法院这个时候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比如说我们就仿韩国的例子，说要求他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一定要下裁定，裁定命他要来，那他就要来了。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比较适当，你觉得呢？是我。尊重大院的这个决议，谢谢。那另外当然就是罚锾了，罚锾我觉得由立法院来裁啊，好像也不太对。我不晓得你的看法，就是说行政机关处罚锾的情形很多啊。对啊，那立法院处罚锾的机会不太多啊，
这个的时候，你的看法，立法院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立法院有权对于不遵守制定法的这个人民来处罚款，应该是可以的，就是直接是来处罚款。我当法官，我直接下罚款，裁定也有啊。那罚款不是罚金啊？对了，罚款啊。那然后他不来，证人不来，我就处罚款、啊。他不服就到是啊，抗告啊，抗告嘛，那就到行政法院。那所以如果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院会决议成立授权委员会调查，那委员会的多数议决决定要把他处罚款，这样你觉得是 OK 的？不，我刚刚已经报告过，就单纯从585号解释的意旨，看起来是应该经过院会决议才可以处罚款的。现在这问题就来了，你这个要经过院会的决议才能够处罚款啊。我看也是表这个罚款要到什么程度之下，大家这个委员会调查，那有一个人来，或者是不愿意来，或者是来了做了一个虚伪的陈述，那我们要怎么个处理？我们还送到委员会，把院会决议以后再送到院会，院会以后再议决，议决以后再回到这个他还可以抗告，抗告还要到法院，法院再做裁定，那法院裁定下来，你看看这个要这怎么得了啊？啊，你也没有什么好的。顾委员，我打一个岔吧，因为您刚才都提到的是公务员个人哦。那如果因为我们刚才因为周委员问的那个没有，立法院没有由这个调阅委员会向这个机关调阅这个文件的先例，正本的先原本的正本的这个前例了哈。但是如果成立了调阅委员会，然后去调阅，如果这个机关如果拒绝呢？那我认为哈，假设按照585号的解释，经过院会决议授权某个调阅小组去调阅，如果他没有来，那小组调阅小组或调阅委员会，我觉得应该都构成可以罚他的一个要件，因为这个大法官释字585号是有这么一个不是一个说法，但是他有可能还是会要提出诉讼啊。对，譬如说跟司法院调，假设跟司法院调，司法院因为根据什么样的理由说我不能提供，好，那时候那立法院这个调阅委员会怎么办呢？对，那立法院就一定要透过一个程序说要怎么去院会重新再做决议，要命他提出，或者要指他处他罚款嘛？那这个是不是要经过院会的议决？这个就是我现在非常是。那如果经过院会的议决，我现在重点不在罚款，我要你把文件交出来。那他如果再拒绝的话，司法院再拒绝的话，他可能认为说你这个决议可能违宪啊，或者是这个45585号里面他有一些例外状况，他说我符合你这个例外状况。那谁来做最后的这个法院这个裁定？法院要上法院。那个依照585号解释的意旨，它是可以院际的协商，那也有可能由立法院来做一个制定法，那么把相关的程序做好，那么以后如果还有赠送，就由法院来做最后处理。对，五八五就是最后说协商不能解决，就是要送到司法救济嘛，是啊，就一定是法院来处理啊。那现在我们只是说，我们在这一段是不是每一道的程序要做进一步的强制的作为，都要经过院会的决议了。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在这里。那如果大家都要经过院会决议，就变成每一道的程序都要回到院会做决议了，可能会是这个问题。那如果院会还没有做成决议之前，那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动作要暂停下来就对了，调阅文件的动作要暂停，叫他来作证的动作也要暂停下来。对不起，我一直打岔，因为我提醒一下，上一届的内政委员会曾经有这个调阅小组嘛，成立调阅小组，那么跟行政院要调很多资料，行政院都拒绝提供。我们假设把这个状况变成调阅委员会好了，院会成立的调阅委员会，那你行政院的资料都拒绝提供，你要反复的去提告，然后要到法院去做，法院要去做裁定，那你这个调查权等于，如果行政部门他如果坚持不配合的话，你这个调查权也是有限。可是你说要赋予国会再比这个更大的一个调查权，这个就必须要在这也要很衡量，这想起来也很可怕。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研读相关的文献之后，我现在没有办法有一个定案的原因呢、啊。但是那如果说照你的见解，就是说我们就仿韩国的这个国会证言法，那就是说对于这个不来或者虚伪陈述的，我们处以刑责，那您的看法呢？
抱歉，这个从单纯从585号解释的意旨，当然好像还没有到可以处刑责这样子的情形啊，最多好像是罚锾。那么如果仿照国外的立法例去对于藐视国会施以一定的刑罚，那么是不是可行哈？其实可能不是我这个层级可以在这边做回答了，谢谢。那法务部觉得怎么样？法务部有来吗？你要回答吗？来，请副市长，谢谢。很好，如果根据那个585号的解释的话，他是对这种调查权的行使的极致的话，是处那个罚锾呐，是没有到达刑罚的那个地步。我知道那个25案里面有一案是可以处以刑罚，但是就目前大法官那号解释看起来的话，最大的极限是只有处罚锾，没有处刑罚的那样的手段了。那如果我们分开两种了哈，对公务员的部分处刑责，对一般的人民处罚锾。因为他这里面是没有分，依照那一号的解释的话，因为那一号解释他也没有说处刑者一定违宪的，他只是说在用罚锾的手段哈，对，来行使国会调查权，但是他也没有进一步来说了。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依照美国的相关的立法经验，他都认为啊，对于构成藐视国会的这种可以进一步移送给检察官以藐视国会罪来起诉的话。那么韩国也有相似的立法例，那是不是当然会构成违宪呢？这个我不便回答，因为他在那一号解释里面甚至也提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机关跟机关间，它其实是一种权力分立跟制衡啊。就是行政机关它有些资讯的话哦，如果它不愿意提供的话，它其实如果是有正当的理由的话，它也可以不提供。它那个那号解释也是提到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他所谓权力的分立跟制衡啊，这里面到底要怎么拿捏？是不是可以用立法形成，就不会违反这个比例原则？因为从那号解释来看，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段，是用照罚锾以外的话，好像那个比例原则上就有点疑虑了。好，那至于立法形成怎么样，是不是以后可以打破这样的一个平衡？我们。不便回答。好，了解。好，对不起。好，谢谢。占用太多时间。来，两位请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主席和我们所有的各位委员以及我们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秘书长李秘书长，请李秘书长来。有委员好。李秘书长好哈。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等于国会改革。那当然，国会改革呢，诚如刚刚今天早上秘书长所报告的，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国会成为人民的国会、开放的国会跟专业的国会。是。所以呢，在开放的国会的这一块呢，当然我们知道说有两个嘛，一个就是公开，让人民能够旁听，那能够记者能够采访，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的资讯呢，能够透过这个。不管是 IVOD 或是这个国会的频道能够出去，所以让人民呢能够得到这个完整的一个资讯。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立法院的这个记者的采访证的发放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吵了很久了。对。那上一次呢在2月25号的时候，由我们的这个蔡副院长那召开了所有的这些的不管是主流媒体或是这所谓的独立记者或是这公民记者呢，大家共同来开会。那我不晓得说，因为在那次开会的时候，当然大家也都众说纷纭。那对于这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公民记者怎么样来认定的问题，那以及呢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空间有限，那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的人全部都进来，那到底应该要谁进来的问题，那当然大家各有各的说法。
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那就依照登记嘛，哈，先来后到，那就是先登记的人那就先进来。对，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已经有记者证的这些的主流媒体，他是需要每天去做报道的，结果反而是被一些就说他不是每天在做报道的这些的人抢走了位置，结果他变成没得报道。所以当然大家众说纷纭。那我不晓得说那一次开完会之后，那我们立法院现在的态度到底是怎样？我们现在到底进行到怎么样呢？好的，尤委员跟尤委员报告哈。那自从那一次开会之后，事实上我们大概朝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用开放的原则了哈，我们就尽量开放，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哈，就刚才尤委员也都点出来的啦哈，就说第一个我们空间有限，既然空间有限，如果说我们就是无限制开放的话，事实上大家一定会觉得会等于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家，所以可能就采取有一部分的登记制。好，那再来就说那个。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公民记者，他们也许他不是每天都在报道，那我们这些主流的媒体的，他们也是都是每天报道。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反而就是说他们有这样讲说，可能就是让那些主流媒体的空间反而缩小哈？那这样子，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朝向的方向哈，当然这个是要等副院长来做最后的决定，我们是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不过我想我们大概的方向就是，第一个我们是一定会尽量的开放，然后空间的问题我们也尽量会克服哈。比如说如果说采取登记，那么有些能够登记进来的先登记，那我们也会尽量再找几个那个空间哈，比如说有一个做一个等于是让这些公民团体可以到一个空间的地方，那比如说他有八面墙，然后在他那边看，如果他进不来的时候，可以在那边来做采访等等，然后类似这样子。那我们在相对的就是在配合，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网络的那个直播哈，我们也尽量的配合，因为我们也让他们说，如果他在家里也能够看到这个网络的直播等等哈，也许他就不一定要走到这个立法院的那个会议室来哈。我想我们就朝这几个方向一起来做，不过最后的定案，我想我们还没有做完全最后的决定，但是这个方向大概是这样。最后的定案我们还是会正式的向我们大概超野协商会正式的公告，然后让大家来决定。所以大概什么时候？应该会很快，本来是大概这个一两个礼拜就要处理了，但是因为那个副院长应刚好有一点那个感冒哈，所以稍微 delay 一下。不过他已经这个抗议来上班了，所以我想应该会很快就会有结果。好，因为其实大家也都在期待的能够尽速的开放嘛哈。那当然这里一个前提就是说，公民记者他不希望说能够被一个比较严格的管制嘛。对。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大家是一个平等的，那能够尽量让大家都能够来采访。没错。那当然这里呢也就有陈儒刚刚这个秘书长所讲的说，我们有所谓的黑画面的问题。那我不晓得说黑画面其实马上就可以改善嘛。那这个是不是解决？我们现在已经这个超野协商哈。就在3月4号的超野协商，针对这个黑画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大家通过了哈，那个条文哈。那个条文是不是有？今天你有附上了，我有看到哈。有看到哈。对，那这个部分呢，当然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你们当然也很细的去提到，就是立法院这会议录音管理规则的第二条的附表嘛。对。那这附表里面，其实你们有提到说，休息的时候画面放在哪里，协商的时候放在哪里。对对对。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审法条的审法案的时候。那当然，审法案有时候是主席在台上，有时候其实是大家两边，对不对？一边立委，一边政府官员，那大家就是逐条的在那里讨论。那在以往那个都是变成是黑画面。黑画面。那其实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那过程里面，其实是在一个论辩的一个过程。是。所以我不晓得说这个里面，因为我从你们这个附表里面看不出来，在这个所谓的法案讨论的时候，那时候到底是不是拍摄哪里好像没有规定，是不是能够回答一下？有。你回答。来，请说明那个报告委员。我们把那个会议的状态啊，由开始到结束，设定成14个条件。对，假设为14个条件。那刚刚委员有提到，就是说，假如我们招委下来这边协商的状态，所以是当做你是把它创作协商，对不对？请委员看第十二个状态。会议在协商时，我们拍摄主席台的画面，或者是拍全景的画面。
所以我们将来还是会拍全景，就包括在这个中间这个协这个委员的席的这个座位上的协商，通通会入境。会入境，通通会入境。所以就是说，当哪一个委员他虽然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发言，还是可以照得到他。对，声音也是可以出来嘛，对不 对, 对，就全程的录音。但是委员要拿麦克风，我们就能够收音，我们就能够帮你做记录，是帮你传播出去。OK， 好，谢谢谢谢委员。OK， 谢谢。那再来呢，就是当然这些的公民记者或者是他们也觉得说，如果你没有这些的黑画面，或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 IVOD 的这个就这些的讯号能够就说让他们串流。串流的网址能够对外提供的话，那当然他们就不需要进来里面嘛。那我不晓得这个部分，当然在你们在去年五月十八号，这个立法院有一个报告，当然那时候是我们等于是上一届了。那在那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台视不肯把这个所谓的 IVOD 的串流网址来对外提供嘛，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开放的可能？因为事实上你把这个串流网址对外开放的话，那当然大家有担心的是说，哎，会不会这些的网友啊，对不对，就在哪个委员上面啊，然后再来批注啊，嘲讽啊什么等等，那对委员不敬。可是事实上我想我们立法委员本来就应该要接受所有人民的监督，那如果说我们质询的不好，或是这个怎样被网友在那里嘲讽，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检讨的。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是说，他不能够断章取义，也不能够随便的去 截取或是去把它剪接，我想他必须要是完整的呈现。那完整的呈现，这些网友要在下面做 comment 的做什么等等，我想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去限制的。我不晓得这个，我想我先简单报告之后，我再请我们的资讯处长再做补充哈。我想这个原则上我们是朝开放了哈，就像有委员说的，我们就是要开放。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一些哈委员哈，我们因为对委员的一些他的问政等等，我们也希望有一点点能够让委员能够被保护了哈，就不要说委员这个他的所有东西要被人家嘲弄啦，或者是怎样的，那这样子我觉得对委员也是一种伤害哈，所以我们大概会取得一些平衡点啦哈，所以我想我们那个原则是跟那个有委员的方向是一致的。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做了一些改进哈，我们是不是请那个我们的资讯处处长来跟您做报告？好，能不能简短，因为时间有限。 好的。委员您好，我们朝您说的这个方向正在积极改进中。我想是网络直播的部分哈，只要是新媒体，我们应该就已经立刻开始要准备试办。那刚才会中也有会后有请教您了，您有一些建议，找一些媒体来先谈一谈，我想我们就会立即来办理，收了解一下意见。那可能还是免不了为了安全上，或者是画面上怕被剪辑哈，这些方面的不当使用，应该会采取就是他们来试行的时候，我们请他签个 agreement 同意书，针对一些我们的意识转播的一些尊重的规则，还有资讯安全，我们做一些规范。好，谢谢。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嘛，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讲说人民的国会，所以其实人民要参与。因此呢，就是对于这些所谓的积年的这些的陈案或是的这些问题，其实就像上一次我们的蔡副院长所开的，把所有的这些的当事人关系人全部找过来，大家坐下来谈，固然说意见是南辕北辙，可是慢慢的沟通就会慢慢形成共识。当形成共识，把游戏规则定出来，大家就可以去遵守。那比如说我们以前说有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内部几个人讨论以后，我们把它定出来，那这就是变成由上而下的，大家会觉得说凭什么你来规范我们。是，所以在这里就说，当我们是越开放，让人民的声音能够进来，那大家去讨论，最后形成共识，把游戏规则定出来，那一方面我们轻松，一方面大家也就去遵守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包括这里面，大家要开放就要自律，所以这里面的自律的里面，就像说你不可以随便的去剪辑，或者你不可以去断章取义啊等等。对对对，那这些的规就是所谓的自律的规约怎么样出来，那我觉得说这些是都可以透过讨论去把它形成共识出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尽快去把它做出来。是的，我们目前就按照这个方向在处理。好，那另外一点就是今天早上我提案的就是关于这所谓的我们法制局是不是可以请法制局一下。法制局委员好。
就是对于我们的立法的品质的这一块，那我们其实以前已经我在上一届里面就一直在提到，就说其实任何的法案的制定，它不应该说今天发生一件事情，那大家就非常急就这样的，然后就加一两条就这样通过，因为我们不能够个案立法，所以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好，今天我要立法，我一定会有整个一个立法的一个这个、整个一个计划，所以事实上在行政院呢里面关于这些法案的这个审查有一个注意事项，它里面其实归以说这些法案的制定。那它整个一个 SOP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你必须要先制定你的政策目标，然后再确定你可行的办法，然后再决定说好你要怎么样定怎么样法律，那检讨然后呢去出来，那甚至里面还包括各种的成本效益跟人权这些影响的评估，那甚至里面还规定说你必须要除了这个废止案以外要进行性别影响评估等等，其实这有整个的 SOP， 那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依照行政院你如果是属于这些中重大的这些法案的话，那你都是要必须要付这些的所谓的冲击影响评估跟性别影响评估，那他们三一总没讲说行政院应该把这些送到我们立法院来，那我不晓得说后来现在到底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是不是有送进来，他们实务上因为他们部会行政院送来之后按实际案例比较少，非常少，我们在每一次在做政府提案法案评估的时候，我们同仁都会邀请他们部会的科长来，也都会跟他们询问，他们有时候说因为他们这个案子虽然有做了这个性别的评估，但是他们都是勾选没有问题的，所以呢直接到他们的行政院就没有处理了，但是今天因为有一个临时提案，所以以后如果是这种政府提案我们要赶快拿法案评估要给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就这个部分他有做没做我们都在座谈会记录里面把它载明，然后甚至我们邀请有关的学者专家就这个不足的部分我们会再做，好，以上是这样。其实我们非常希望说强化法制局，当然我们知道说你们可能就是以前可能因为制度或是因为规定，所以让你们这些权责不明，或是让你们要想要发挥没有办法发挥，但是现在我们的国会我们就是要加强我们所谓专业的国会，因此我们希望说你们法制局有这么多的人真的能够发挥你们的效益，那这里面就是说冲击影响评估还有这个性别影响评估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说下一次对行政院，因为今天早上你说好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法案送审，尤其在审查会之前，你们都会把这个所谓的评估报告上网，但是我叫我的助理上网去查，他们说没有看到，所以我不晓得说你们是只是挑选几个法案然后去做评估，还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法制局的人力我们主要是针对行政部门的政府提案的法案，没有错，但是你们不是所有行政部门的法案都有啊，对，就像说礼拜一的我们的这所谓公务员利益冲突法也都没有、对对对，他像这一次 有一些是因为他送来的话，有一些是因为他届期不连续送的啊，有一些因为可是届期不连续是上一届都已经送了，上一届你们也没有啊，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们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排法案，那法案之前对不对，这些法案是从行政院送到立法院来、你们应该就像段我们的主席所讲的，你们应该就有一个立法的计划出来，那哪些东西应该事先比较大的这些的法案可能就要事先去做研究做评估，当然我们希望说行政院他在送这个法案出来之前他各国的立法例就已经有所谓的参考等等，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希望说我们在立法院我们的立法制局这边能够补足的这一块，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立委我们不太可能去期待我们的助理全部去做各国的立法例的一个比较，好，那时候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法制局能够真的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些的建议跟参考，好，谢谢委员，谢谢尤委员，来两位请回，我们接下来请许淑华委员之发言，时间12分钟，谢谢，谢谢主席，请主席有请法制局高局长，请高局长，委员好，局长你好，早上呢我刚好听到您在答复段委员的质询的时候，我非常的不以为意啊，立法委员以正式的公文行文给你，你们没有用正式的公文答复，跟你拿资料你用电话的方式你告诉他哪个单位就有了请他自己去拿，我不晓得为什么你的部门啊会这么样的如此傲慢，是你个人请我们同仁这样做，或者是你们局里面一向是这么行事的，任何的立委行文给你你都必须要提供你的资料，
如果有涉及到不法的或有一些是机密性的，你当然要用正式的公文去答复，你不方便提供，怎么会是用这样的态度啊？难怪今天有非常多的委员来检讨你们啊！因为我到立法院的时间才一年多，我不晓得过去你们法制局是不是都有必须要到每一个委员会，或者是到我们本委员会来提供你们的意见，那或者是说一定要来备询，我先请教一下。过去的实务做法就是像早上所讲的，因为立法院组织法跟各委员会组织法，它在立法方式是放在两部法律。那我们实务上基于这个实务界的一个文官伦理跟法治面的部分，我们是站在比较保守立场，就走静态的。就是有要求你们来，你们才必须来是吗？就是说我们因为是我们的人力调配，但是因为昨天有做了这个决议之后呢，依照大法官342号解释。这个议事规范可以做一定的变通，所以以后我们会遵照委员会。那我请教，如果我们以后每一个委员会都请你们去提供你们的相关的咨询，包括列席，可不可以？每一个委员会确实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每一个委员会8个委员会在现在开议期间呢，都请你们去提供相关的咨询，你们的人力上可以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像今天早上委员有要求说我们弄一个分工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到时候分工原则会出来之后呢，再会跟委员做报告。好，我想不要等到我们行政院或者是立法院人家来检讨你们啊，希望你们自己对于自己能够提出一个内部的改革啦。今天你也听到了很多委员对你们的指教，我想要先请教您，对于这么多的意见您现在有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去对于你内部，包括很多委员提的在很多提供相关的意见，包括你们在很多法案的评估上面，怎么样来简化你们，还有加强你们的功能性，你能不能简短跟我回答？我们现在这个局里面事实上我们也有在积极在做，因为早上可能回答的不是那么完备，就是说我们对于最近这个媒体界所关心的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比方说像党产的问题啦，或者是那个这个转型正义的相关问题啦，或者是年金改革的议题啊，还有一些社会将来会直接面对的高龄化或少子化的问题，那我们都会预先做好相关的一些专题的一个研究报告。另外我们将来会到各委员会时候呢，我们会掌握委员会的一个排案的议题的动态，那在像刚刚由美女委员说，像某一些法案因为我们比较来不及去写的时候呢，幸好是说我们有人就会亲自来到这个委员会，直接可以提出口头的一个法制咨询，所以我非常谢谢委员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好，我们很期待看到你们这对于自己的自我的取喜期许，而且能够真的能够看到你们的一个功能性好，谢谢局长。好，谢谢委员，谢谢。那我接着请主席邀请我们总统府的陈专员。好，总统府，总统府是哪一个？陈专员。第一局的专门委员来，陈专委。陈专委谢谢。专委谢谢依据我们国家的行政的宪政体制行政院长是由我们总统来任命的那当然我们国家目前来讲虽然说双首长制，但是还是偏向于总统制那我要请教的是，在我们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第3项的规定立法院呢在每年的集会时呢得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我在这里要请教你，过去呢，因为我们国民大会集会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并且讨论国事，提供建言。那一年内呢，如果为集会由总统召集会议那在第6次的修宪之后呢，该项的职权呢已经转到立法院了。那美国的国情报告呢，他们是总统报告完毕呢就可以离席的。但我要请教，如果台湾我们的总统受邀到立法院来报告呢，可以留下来听取立委的国事建言吗？我想总统听取国事建言是可以的。那现在主要的就是根据这个宪法的这个条文的规定，就是立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是。那主要的就是总统他做完那个国情报告，进行国情报告之后，然后他也听取建言之后，那现在最主要的是说他是不是有受这个立法院这个委员这个质询的这样的一个接受质询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您认为适当吗？如果接受质询适当吗？我
我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我是觉得在宪法还没有修正之前，那我会觉得由总统来接受质询，可能是跟宪法对目前的现行的宪法可能是有相违背的。嗯，没错。如果当然是在我们在立法院当中，我们当然可以进，如果我们要修改这个宪法，当然可以更直接的进行更多的朝野的政策的辩论呐。但是在还没有修法之前，我还是认为是不适合的。好的，所以您的刚刚您的这个说明是可必须留下来听取立委的国事建议。是好，谢谢哈。那您请回哈，谢谢。谢谢请主席有请行政院林秘书长。立法院。抱歉，立法院林秘书长是。徐委员好。秘书长好。是。今天很多的委员对于国会的改革提了很多的想法，包括在各党里面提出很多的不同的版本。那国民党呢，当然也有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版本啊。当然，除了要设立国会频道，还有协商的记录公开直播、旁听专区等等的。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全体委员的共识啦，哈。当然，这是没有分任何的党派，我们都希望，异常的一个运作，包括在整个透明化当中，能够让我们的民众更加的一个信任。但在昨天晚上，议事处呢也发了一个公文，那就是有关于我们议事转播事办的一个事项，那里面呢特别提到了，就是由本院公开征求有意愿的电视频道业者，基于公益无偿办理，电视频道业者呢，不得播放任何的广播、新闻采访以及评论的画面啊。那我要请教的是，现阶段我们是不打算编列预算嘛？哈，是的。好，那因为我们又限制这个业者呢，不得播放任何的广告。那如果我们没有预算给他，然后我们又做这个广告的一个限制的话，那我不晓得现阶段会有这个业者愿意吗？或者是您现在已经有找到有业者他愿意来做这样的服务了？我想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啊，我们就是试办哈，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完全有把握了哈，因为在这试办阶段，我们就是尽量的去跟业者去接触。那如果我们立法院我们所有的委员现在有对象吗？有我们现在有几个那个电视台有可能跟我们接洽。是有几个电视台跟我们接洽，至于他会不会跟我们签约，那就不一定。那试办打算试办多久？我们现在打算就是试办一个会期，一个会期是哦，就这段期间呢，就是不得有任何的广告，全部是公益性质的，对，来做那个现场的一个转播嘛，是吗？是的。好，那我要请教一下，如果说是现场的转播，在八个委员会同时在开启，我们是怎么样来评断我们播放的一个优先顺序呢？是由业者来做他们的考虑，或者是说由我们当天比较重要的新闻议题呢？这个就是我们最伤脑筋的地方了哈，因为我们也是八个委员会同时在进行嘛哈，那所以我们可能就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电视台会来，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希望它是一种轮流式的，好，就是轮流式的，比如说礼拜一是内政，好啊，礼拜三可能就是财政什么，这样子轮流的方式来处理。好，我了解了。我想这个接触可能还不是马上就能够有一个结果，毕竟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讨论啊。那我希望秘书长在这方面呢，能够跟各个党团有一个一定的一个共识啊，怎么样采取相关的内容，包括网络的包括我们电视台的部分呢，我们能够让每一个党呢都能够有一个共识，好吗？好，谢谢哈。那我再请教秘书长啊，就是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之前有委员提案，就是要废止我们的那个程序委员会了啊。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委员会绝对有它存在的必要。今天早上本党的林德福委员也特别提到了哈。那我在这里呢，就是要建议秘书长，因为我们程序委员会哈，我们过去是没有录音跟录影的啊，那发言记录也都没有入公报的，是不是？我们能够呢，未来呢，在这个部分呢，加入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公民团体在监督嘛，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呢参考进去？报告委员，我们现在对程序委员会
现在开始开会，是这个礼拜二开始开会。那我们现在这个对程序委员会，我们也是录音，有实况转播。好，发言呢？发言也有列入公报吗？当然。好，当然。谢谢哈。那我总之呢？发言没有列入哦，对不起，发言没有列入。好，可以，那未来可以把发言记录也列入公报吗？来，公报处来回答一下。报告委员，因为那个程序委员会跟修宪委员会，我们都有录影，也有实况转播，所以你认为不太需要了。那这个，假如说这个公报要刊登的话。让我们想一下，再来跟委员报告。好啊，可以，没问题哈。反正这个主要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落实我们国会的整个议事的一个运作。好，谢谢秘书长哈，谢谢主席。好，谢谢。那请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李俊毅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主席，各位先进，蛮请立法院林秘书长、法制局高局长。李委员好。秘书长好。好，秘书长，我请教一下哈，根据我们立法院组织法，法制局跟预算中心的角色是什么？根据立法院的组织法20条跟21条哈，这个立法院的跟这个预算中心跟那个立法局啦，哈，立法局、法制局啊，法制局哈，法制局他们最主要的就是来做这个法案的那个研拟评估跟研究。秘书长应该这样讲了哈，立法院组织法20条关法制局的掌理事项如下了哈，立法政策的研究、分析、评估跟咨询嘛，没错，法律案的研究、分析、评估跟咨询嘛，对不对？这应该是法制局的工作嘛，是，所以法制局应该作为立法委员在问政的时候，在制定法案的时候最重要的幕僚单位，没有错吧？完全正确，没有错。好，那我请教秘书长，以你现在刚接秘书长不久，你对法制局的了解，你认为法制局可以发挥多少功能？谢谢委员哈。我想我在刚接不久之后，我是一直觉得说，我们法制局跟这个预算中心是我们最主要的两个幕僚单位哈。那么这两个幕僚单位，事实上在之前呢、啊，事实上它并没有发挥真的。这个所谓的幕僚这个全面的功能啊，就是我想它可能是只有部分而已哈。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特别要加强法制局的功能，对，要加强，绝对要加强。谢谢，好，谢谢秘书长。秘书长你先请回啊，我问高局长。高局长，我请教你，你们法制局现在人员编制多少？就是47位。47位，那47位它的分布是怎么样？你们分为5个组嘛，对不对？对，那分为5个组，这个5个组怎么分的？我们原则上会按照他当初会按照委员会来分，是不是？委员会还是依照专长5个组，然后会去参考他的专长跟他的兴趣。那我请教你，你们现在47位里面法律专长的有几位？大概有一半。有一半。对。那是用什么样的直系进来？有一些是法制直系，对，还有呢？还有一些是。列成行政之一，这个详细情况能不能把你们47位的名单提供给本委员会参考，可不可以？我们47位的名单，你们这些人依照什么样的职系，然后他是怎么进来的？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更认识，来拿给委员看，没有问题。麻烦提供给委员会了，好，不是交给我了。谢谢，好，我来请教几个问题哈。那其实法制局本来依照职权，依照我们的组织法规定，他必须做所谓的立法的分析评估报告嘛，对不对？对对，那请教你了哈，不要说久了哈，光是去年你们做了几次的分析报告？我们去年全部的人员所完成的评估报告放在研究成果上网，大概都是在150篇左右。150篇，对，来我们看下一页，来，好，再来，这个是我去把你们的法案评估报告调出来，你们2013年做是76件。2014年做了66件，2015年做了52件，怎么不会是150件嘛？最早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立法咨询中心刚改成88年的法咨询。没有，我现在问的是去年嘛？452件，152件，是52件还是152件？
这个是法案评估，我刚刚是有加专题研究评估，没关系，你还有专题评估报告嘛？对，对不对？是是是。我们先讲法案评估报告好了，法案评估报告你做了52件，对不对？那请问你法案评估报告里面有多少是跟内政委员会有关的案子？这个详细数字我们是分给我们第一组，我先、欸、你是局长、欸，对，你应该很清楚、欸，我们内部是做统合的，我把你们所有的评估报告我都调出来了啦，跟内政委员会有关总共两个案子，总共两个案子，而且这两个案子都不是在我们内政委员会讨论的案子。那我现在请教院全教局长，那你们的评估报告，你们到底做什么样的评估报告？是你们自己决定呢，还是依照委员的要求呢，还是用什么标准？我们目前的实际做法就是，只要是行政院的提案，我们尽量做到案案评估。行政院的提案，你们一定都有做评估报告吗？我们会尽量做到案案评估，但是有时候因为它只有一条、一条、两条那种很少。那一条、两条当然很少。那我请问你哈、哦，立法院在第八届在我们内政委员会讨论非常久的一个案子，叫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请问法制局做了评估报告没有？我们实务上是、啊、你们不是说刚才不是告诉我说行政院只要有送你们就做评估吗？而且这不是一条，而是整部的法案，请问你们做了评估报告没有？有不？有或没有嘛？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印象是没有，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做？你不是刚才告诉我说行政院有送来了，你们都有做吗？我们内部人员有在研究，所以你们随便，你们高兴研究就研究，不高兴研究就不研究。你知不知道现在所有最重要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最重要就是这个法案，你们没有评估报告吗？是不是？所以来，我再来，我再请教你，内政委员会在去年还评估，还在第八届还讨论一个最重要的叫做公投法，请问你针对公投法有没有做评估报告？啊，不然你在做啥？你知不知道内政委员会在第八届总共八个会期，我个人担任了两个会期的召委，我们讨论公投法总共在内政委员会开过19次，那总共有委员的提案总共17个提案，这么多的委员提案表示公投法非常重要，请问你法制局有没有做过报告？有没有？有没有？我有交代同仁一样没有弄一些，所以我现在要请教的是，你们法制局要不要做评估报告，要不要提供专业意见，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在决定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做？我们最主要是说看那个研究人员他当时看那个重不重要，看研究人员想不想做，是不是这样？他理论上我们会要求他每一季都应该要提出他自己的报告。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再下一页，我帮你们算过了啦哈。你们从1996年到2015年，总共做了2098件，包括评估报告，好，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个另外一个报告，平均每年做的是116件。好，法制局的原则数这里写错了哈，你们现在是刚才告诉我是47位，目前47位嘛，所以平均起来，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年做不到3份报告。你们每一个人做不到3份报告，做 2.7， 比监察院，我上次在咨询监察院更差，监察院每一个人平均 3.6， 你们 2.7， 哎，局长，这怎么交代啊？这怎么交代啊？局长，因为有时候报告哈，它除了量之外，它还有它的那个，嘛对对 对， 对， 对，哦，那我简单啦、啊，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内政委员会讨论公投法讨论了19次。讨论两岸监督条例讨论了10几次，那为什么法制局没有任何一个报告？为什么？所以你们高兴做就做，你们不高兴就不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你们这样怎么充分发挥组织法20条规定的你们必须步到你们要做立法委员的专业幕僚？报告委员，那个公投法那个部分就是那时候委员会局长，我再请教你哦，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国会改革，对不对？对。那秘书长有没有要求你们，你们法制局要做改革？有，他说我们要那就要要强化强化，对对不对？确实是。那我请问你啊，你们加强能量，你们有没有跟任何一个委员讨论过你们法制局应该怎么做？我们事实上都是在，你知不知道我是民进党党团国会小组的召集人？你知不知道？你从来没有找过我吧？我来立法院今年第5年啦、啊，你从来没跟我接触过嘛？没错吧？我们大部分都是跟对嘛，党团的助理，党团的助理，对。那问题就是在这里，
你们法制局现在的做法就是你们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嘛。立法委员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你们必须提供立法委员的需求，依照立委的决议，然后要求你们提出什么报告，你们就提出什么报告，提供给立委参考。这才是组织法二十条规定的，你们要做到专业幕僚的角色嘛。怎么会是你们高兴做多少做多少？你们高兴做什么题目做什么题目？做到后来，每个人平均一个人一年做 2.7 份报告，我任何一个助理都做的比你们多，这不能交代啊，局长。所以报告委员，我们下次会一定会去改善，所以请你们，请你们认真加油，真的把法制局做到可以发挥幕僚的工作，好不好？谢谢委员，请你们加油，也请秘书长好，谢谢委员督促他们加油，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谢谢李俊毅委员哈，我们难得请这个法制局长来参加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李俊毅委员可以问到他的内政委员会的有办了几件评估报告，那我也很有兴趣想要知道一下，那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法案评估报告做了几件啊？报告委员，像那个公投法跟那个两岸监督条例哈，因为过去实务上我们比较少，做了几件，我们。好、哦，这个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详细的数字，没有详细的资料，对，啊，司法嘛能干呢，但是我们都有准备，包伟，我们有准备相关资料，在准备朝野协商的时候去提供。好了，谢谢这个高局长。不过我想重点当然是以后你们都会各委员会都会有一个各组会派至少研究员等级的人过来来提供我们法律上的专业意见嘛。我刚刚那个你们那个国会调查报告，我也是有一点意见。你们只是收集，都没有做一个对我们法制啊的建议的一个评估啦。也就是说，我们相关类似不类似要做个评估嘛，在国会调查权这个部分，看个前就是有跟以前就是有跟之前讲，他说有时候因为敏感，如果一提出意见之后就那个，所以是先收集资料的那个概念啊。报告主席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怕说有时候会影响到委员的立法政策。没有了，没有了，委员那么容易被影响，那我们刚刚就不会有这么多委员跟你开大炮了。OK， 好，我们现在下一位是这个赖瑞龙赖委员，那时间是八分钟哈。好，请。好，谢谢主席哦，是不是请秘书长林秘书长跟高局长？赖委员好，好，秘书长好，谢谢。那个想请问一下秘书长，刚刚都有听到早上包括段委员，包括刚刚那个咨询了，你对现在整个国会的整个现在状况，您的看法，现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法制局法制司法法制委员会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说鞭策哈，我觉得我们很乐意接受，而且我也觉得哈我们对于我们的幕僚单位。法制局跟资讯预算中心哈，我们会特别的加强，尤其现在我们已经决议说它可以分配到每个委员会去做咨询哈，所以我想我们大概今天就会。抱歉打乱您了，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了哈。我想秘书长也担任过立法委员哈，我之前在立法院也很长期的时间了哈，我觉得。立法院的国会改革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些组织面，其实组织面下的还有包括立法院能够提供立委们多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道啦，做好一个专业的问政，我觉得这个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啦，包括刚刚我们先讲一下早上那个啦，早上我听到高局长讲说这个他是听从院长的指示啦，我不知道秘书长对这样的事情的看法，立法院的所有的一些专研究人员或者是相关的幕僚人员听从的是院长指示还是以委员的一些需求为那个，我想他听从院长指示一定也是要听从啦，但是一定也要以服务委员为对，我希望改变一下那个观念啦，过去当然院长那个，但我希望院长也是由委员选出来的，立法院的主体还是在立委本身，立委是向所有人民来负责，我希望能够稍微再改变一下这样的观念，立委的一些需求部分，未来必须要再更强化了哈。没错，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再提一下哈。刚刚高局长提到说，总共有四十几个案子了哈，五十几个案子了哈。我也调了一下资料了哈，去年总共我调出来是提的43个案子，好，总共提了43个法律的一些案子了哈。我跟刚之前的那个委员的看法一模一样啦，一个法制局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关了哈，有。每一个人的薪水其实都是蛮高职等的啦，然后
一年的整个量才能提出三个法律的一些研析意见而已哦，研析而已哦，还不见得是完全法律的提案。这个的能量真的比一个专业的立委的办公室可能都还要差一些。我的意思说，这个是需要大力的改进跟检讨的。这个这样才能够比得上现在人民期待立法院扮演更强的一个功能。我完全认同，完全认同。好，是的，可以请秘书长强力的来要求吗？一定会，就是做一些改革。我想今天我们休会，我们这边这个散会之后，我想我们就立刻会召集他们来做。另外，我想提的是哈，现在我们的国会图书馆呢，我们都知道国会图书馆其实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了哈，甚至在很多地方几乎都是最大的馆藏量，甚至于具有丰富的。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大概有多少？国会图书馆啊，馆长没有，没有啦，没关系。那我想应该有上百万册吧。好，都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我们现在大概有分两部分呢，一部分大概就是在院区这边，那另外一部分有在一个新店的一个。对，这个院区的范围不大了，因为立法院的设置空间不大了，所以我看有很大的一个量是放在新店的仓库了，就直接讲仓库了。这个真的要请秘书长也要慎重那个了，国会的部分，当然资料的量的部分现在储藏空间是有限了，不过我觉得包括刚提到的法制局，包括预算中心，包括国会图书馆，我认为都是扮演着很重要支撑一个立委专业问政很重要的一个那个部分。我希望未来，秘书长这边在内部的部分能够做一个好的处理了哈，让这样的资源一个立委专业问政的这个幕僚的部分能够做更强的一个强化，可以吗？可以的，谢谢。另外我还要提一下了哈，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单位，一个是中南部的服务中心，一个是议政博物馆，我想请问一下秘书长，这两个部分现在扮演了什么样的功能？现在这两个部分都在那个中部了，那其实他们现在的功能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现在大概就是只是做一些文物的典藏，还有一些就是秘书长这个部分，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再过做强化的功能？这边哈，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说，要对于这个中南部的这两个地区要怎么来做强化了哈，因为这个本来是我们立法院并没有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那个资议会跟审议会他们结束之后我知道，秘书长必须这样讲，新的国会已经产生了哈，人民对新的国会期待很高，我们相关的法令组织会去调整，但是我认为立法院内部这一块由院长跟您这边的大力来领导的这个立法院内部的，我认为有很多改革的空间了，这块改革可能就要希望院长跟你这边来大力来做推动。是什么时候可不可以 给一个期限，什么时候你可以提出一个想法出来让大家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整个院内的改革，立法院院内的一些改革。哦，你说院内的整个改革、啊、改革包括人力上怎么去调整、啊、怎么运用，做一些有效率的一些方案出来。我想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有这个院务会议哈，我想我们是不是给我们大概一个月时间，我们把整个方向哈，还有说我们大概两个幕僚哈，还有图书馆的整个可能有新的方向来跟各位做个报告。好，是不是请秘书长照您刚刚讲的一个月的时候提出一个整体的报告了哈，就是对于未来整个一个新的立法院内部的部分，人力应该怎么去调整？我当然知道有些是历史上的包袱了哈，但是怎么样去调整，让立法院展现一个更强的一个能够协助立委、协助立法院来做一个良好的问政，好，提供一个更强的一个能量。好，这个部分请秘书长一个月帮我们提出来好吗？好，好的，没问题。好，再来，时间有限，我还是想要关心一下转播的问题啦哈。直播的这个部分哈，我之前在高雄市政府服务的时候，其实之前也做不到了，但是后来在议会的直播也能够让全部的高雄市民看得到议会的开会的状况。我认为这个对于民主的了解，包括大家知道议会在做什么，包括人民也知道官员在做什么，议员在做什么，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这个部分秘书长，你的规划的行程期程怎么做？我们现在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事办嘛哈。那事办我们现在已经提到那个朝野协商。通过了哈，那就是等于是院会通过。那院会通过的，就是授权这个我们来做这个事办。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来做？我们预计的规程是我们希望在四月就开始来办理。可以在什么样的频道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就是要征询，因为我们是用那个无偿的哈，就是我们没有发任何钱，然后对方也必须要不能广告啦哈，不能够任何的那个制作啦或新闻评论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点哈，我们是要多方去征询人啦哈，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到底会有多少家，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我们是用试办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请秘书长再全力去促成好吗？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不要等到将来还要通过了。我认为这个是现在的就可以做的事情了哈。那如果能够整个来推动的话，我想对于立法院整个公开透明的部分，会让更多人民了解立法院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跟那个委员的想法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大概四月希望试办，然后试办一个会期，是这样。好，那就。拜托秘书长了，那刚刚提到一个月部分，就请尽快来提出。 好，谢谢秘书长，谢谢。那我们就提给委员会了。 好，谢谢。好，谢谢赖委员，请问请回。赖委员刚才提到，包括这个义政博物馆啊，这个你要秘书长加强了哈。其实秘书长要怎么加强，我看你也很头痛啊。这个都是历史的包袱啊。但是我要提醒啊，这个正如啊我们上午所讨论的。立法院的这些，包括这个博物馆哦，因为我们是院级机关啊，他们的层级都很高，这个其实应该要裁撤的这个义政博物馆，他都馆长都是十三职等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好好讨论了哈，这个也请这个秘书长回去好好研究了，啊，不要早讲这个，不要都只讲加强啊，有的。其实是不需要存在的，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啊？这个要花点脑筋哈。好，我们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主席、各位委员，有请我们本院的秘书长来，请林秘书长，还有法制局的高局长，请高局长。秘书长好，委员好，辛苦了，你是最辛苦的立法院秘书长啊，过去的立法院秘书长、啊、来自、啊、法制委员会，大概就是几个小时而已、啊、一年来一次、啊、你辛苦了，没关系，谢谢。高局长，你在当局长之前 在哪里服务？我84年在行政院法规会，89年来立法院。然后这中间有去过议事处，到行政院法规会服务过嘛？哈，对，我服务过。你觉得那边跟这里哪个地方忙？法规会的部分就是比较单纯，聚焦在法制技术部分。它政策面有行政院的各业务。算了算了，对，表示你在那边混嘛。行政院法规会是非常忙的，是各部会的法案呢、啊。行政院各部会的法案，包括法规命令，他们都要参与审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专业的。我是老公务员了，我也当过法制，在法制单位也服务过，啊，所以这个你应该说，啊，法制真的是太轻松了啊。实际上这个事不是你的错了。啊，这个是我们立法院一直以来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非常谢谢我们赵伟啊，英明的赵伟啊，段委员哈、啊，能够把你这个今天呢、啊，从昨天到今天啊，能够安排这样的一个国会改革，就是要这样啊，赵伟，哎好，国会改革就是要这样。就是要从法制局了，法制局真的不需要人那么多了，啊，秘书长，人不要那么多，你们也做了分析嘛，啊，秘书长，这个报告你看过的嘛，也做了分析，这个我们说立法政策的研究分析，啊，也很难的，啊，这真的很难的，啊，我自己在法制单位服务过，啊。在各部会也相关省府的单位机关，哦，法制相关法律的推动立法也都做过。你要他们去做立法政策的研究分析，没办法的。
第二个，法律案之研究分析，那更困难了、啊。你这边也提到了，怎么样？是不是会侵犯到委员的立法职权，对不对？哦，各政党、各党团的立法的权力，对不对？他的每个不同的思维啊，现在是多元的。哦，你怎么去研？你去分析研究这个某个党团的法律案，那还得了啊？对不对？侵犯会侵犯，啊，所以就陈如你这边写的，只能做法治技术的资源，法治技术的资源能够做到就不错了。事实上，各委员会，啊，各委员会在审法案的时候，也都会找法务部来了，各部会也都有法治单位啊，各部会啊都有法规委员会啊。啊，法务部也都会被请来啊，连法治技术的资源恐怕都啊也都没有什么机会啊，啊，所以怎么样去？我说好吧，就算法治技术资源了啊，所以说完全裁撤也不宜了啊，所以要精简了，啊，要精简，我的建议是要精简。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我也很想了解，这个你们法制局啊，啊，局长，你真的是要有加油，要用功，哦，你说哦，你有几个职系，然后什么职系，你要问人事处，这不对的。作为一个局长，要清清楚楚，你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员，他们过去的所学专长在哪里服务过。要对自己的同仁要了解，要了如指掌，他们的专长、专业、他的职系，而不是还去问人事处。哦，你才支持几个？那一个部会，这是很多人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呢，确实是要好好的立所谓的国会改革啊，就从立法院的啊各法制局开始吧。谢谢委员。好，哦，好，这个。局长，请回座。谢谢委员。秘书长，要这个你是前辈了哈。Okay. 这个原住民族委员会啊，是，还有这个客家委员会啊，那现在还存在的啊蒙藏委员会，现在都在内政委员会嘛，对不对？对。好，啊，那内政委员会啊又有啊内政部海巡署。哦，很多的部会在那里面了，所以既然要谈国会改革，啊，这个秘书长针对这个委员会啊，当然这次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文的提案了啊，没有提到这个条文了。是啊，立法院要设哪几个委员会？今天的所有的提案里面没有，但是立法院站在。这个国会改革的一个立场，啊，秘书长啊，应该要去再去思考这个部分。事实上，过去都有谈过了，那时候可能你也是在立法院当委员了，啊，当时的我的前辈哈，啊，蔡宗涵啊，他们哈，是啊，瓦利斯贝林啊，他们都提过，对，啊，应该要有民主委员会了，啊，在这个立法院，而不是放在内政了，毕竟他。啊，它不是内政啊，这一般的这个从宪法来看，啊，或从各方面从联合国的各方面来看，它是应该要分开的哈，啊，这个是其中之一了哈，啊，然后另外就是相关的这些议事规则或是整个这个表决各方面，啊，也必须考量原住民族的议题。好，原住民族的议题常常会有所有原住民族的立委都认为要这样，但是我们是基于少数啊，过去六席啊，啊，这次民进党有一席不分区，时代力量有一席不分区，是八席要跟113席来比，当然还是少数嘛，是，所以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啊相关的原住民族的议题能够被尊重，能够被采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议事规则或者甚至表决，也都必须做一个考量，怎么样能够，当然我个人曾经也在修宪的提案，但不一定要到修宪的地步，在整个，如果有原住民族委员会各党团 都派人在那个原住民族委员会，怎样在这个原住民族委员会所通过经过审慎通过的到了院会，如果要否决的话要绝对多数四分之三还是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否决，而不是二分之一的否决，当然这是理想啊，因为事实上后来都是党团协商了，对，党团协商是，但是我们的理想总是，怎么样划诸在，一个相关的法律的条文里面，这个都是就算是理想，我们也要往这方向去努力，好不好，秘书长？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秘书长，请回。好，谢谢郑委员。郑委员刚才提的那个，其实您可以考虑哦，因为我自己会有一个提案呢，是关于立法院组织法的这个修正啊，希望把立法院的委员会从现在的八个委员会恢复到十二个委员会哦。为什么恢复到十二个委员会？是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很多委员会都很大，看起来好像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在监督上面啊，其实都监督都不足，因为相对于我们所要监督的部会啊，我们的委员会所管的范围太广了，所以其实每一个部会都没有办法被立法院做比较深度的监督了哈。那如果恢复到十二个委员会的话，其实每一个委员会分配到的委员大概是九位到十位，其实也足够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委员会，即便是十三到十五个人，也是三个人就做决定了，其实是没有必要。如果可以再把它再做分化的话，那么每一个委员会的业务可以重新做调整，那说不定您的这个意见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参考。您也可以提一个案呐，好不好？也欢迎哈，谢谢。来，我们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时间八分钟。啊，谢谢主席，请主席先邀请秘书长。好，请林秘书长。江委员你好。秘书长好哈。是。你也是我们立院的前辈哈。那请教一下秘书长，你在当立委的时候，那时候几席？有几席的立委？你在当立委的时候？我报告委员，我刚进来的时候，立法院那时候还有老委员。总共有大概七百多席，七百多席哈，但是当然连那些大陆范围算在里面了。那到后来，那后来就很多委员都退了啊。那后来有一阵子是到225席，两百二十五嘛。那现在再改成165席，现在后来165嘛，165，然后225，然后225，然后又113嘛，是是是。那你都经历过啊？对，113的时候没有吧？113就来当秘书长了。对，113来当秘书长。那你觉得现在113人数够不够？我想坦白讲了，坦白讲、這個，我是觉得稍微嫌少了一点，嫌少了一点啊。因为我刚才我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在余纪中基金会来，刚好在立法院也开这个国会改革的研讨会哈。普遍其实大家对这个等于民粹式的把国会的议员减半了。立院减半这件事情，它的后作用、副作用了其实已经产生了。所以当然，包括刚刚主席也提出要把八个委员会增加到十二个委员会，但是人数还是没有变嘛。对。那我们的部会虽然说经过组改之后稍微减少了一点点，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减少多少了，这个减肥也不是很成功啊。所以113个这个委员，你在每一个委员会里面，其实我们平均大概一点几位委员在面对一个部会了，那我就厉害，对不对？是啊，所以那个部会是非常庞大的、欸，所以委员的 loading 很重啊。所以这个国会改革啊，坦白讲，我们可以讲那个很小的议题啦。我跟你谈国会频道，我跟你谈那个国会的这个网站怎么改革，我们也可以谈到整个宪政怎么改革啦。当然，宪政改革这个就可能也不光是。今天您一个秘书长来这边备询，我们可以请教您的啊、哦，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这个 有近期、中期、长期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议题啦，但是这个国会改革的议题如果不做的话，我觉得整个国家的机器的运作啊是永远不会顺畅的，是绝对不会顺畅的。当然今天你来，我觉得大家跟你请教的应该都是短期内你能做的东西啦，包括昨天我也开了一个记者会，这个在我选举之前我们就有提出来的主张了，就四大开放了，对，其中一个就是频道的开放，那频道的开放当然院长也召集了朝野协商说要试办，对，那请问一下这个试办这大家都找好了没？我们现在这个目前就是那时候大家有协商，有没有说哪一家电视频道？电视频道有哪一家确定要来做转播的吗？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还没确定。是，那这个试办期间，当然上次有提到说是暂时免费了。对，那未来要不要收费？我们当然希望说继续不要收费，可不可以永久免费？对，因为这个如果要涉及到预算成本，但我们还是要做一些顾虑。没错，最好是用。目前所有可能的管道，媒体管道，因为现在媒体的管道非常多元，对，使用媒体不同媒体的群众也非常的多元啊，光看手机搞不好比看电视多，看手机可能也比看电脑多，对，所以我昨天我才会提出来说，为什么那个地法院这个 APP 做了一年多了，你知道吗？你来之前这个就已经存在了啦。但是其实知道的人少之又少，用的人那是更少，所以这个发包了叫人家去设计的用，没有人知道。那您今天也提说你要委托第三方去做检讨嘛？对，去做调查嘛？是，这是一件好事啊，本席啊，给你这个肯定啊。但是你多久可以做出来？我想我们好像，请处长来答一下。因为我们不希望再做一个蚊子 APP 啦，我们的那个蚊子管也很多，结果你做了 APP 又是蚊子，蚊子 APP 做了那么多没有用，好用的啊一个就好了。好，委员您好，早上我们刚刚跟同仁在就这个问题讨论网站的部分，现在最流行的不光是 APP， 而是它可以 telemate 任何手机跟平板的荧幕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朝向就是做一个通一个版本，然后本院的官网，然后在任何的手持装置都可以看到。那个这位是处长吗？对，是吧？我告诉你，你应该问大家想要知道立法院的什么东西，你必须了解你的 user 需要什么，你再做设计，你不能从你的角度或者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设计这个东西的，Content 才是重点，然后那个 content 是 user 想要的，然后你这个载具是方便的，然后是便宜的，就这样。是，那内容的部分我们就会委托公证第三方来协助我们做一个 survey。 你们要多久？要多久？survey 的部分我想应该一个两个月吧，要不要？很快，然后我时间快过去了。大概两个月啊？对。好吧，两个月，好，你说到那秘书长你自己也听到了，两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全新的，大家能够愿意用的，然后觉得是方便的，真正达到透明化的，这个网络的一个资讯的揭露跟使用，好不好？可以吧？我们来努力。那你后悔了吗？不是，委员，我刚说的是 survey， 是 survey 就要两个月？不会吧？我们有一些。行政程序在这个秘书长，这行政程序就是你要负责的啊。如果国会都这么没有效率，然后我们现在谈国会改革，结果做一个这个survey要做两个月，这也太夸张了啦。你刚才提到你们法制局，我刚刚听到法制局有47个人呢。当然虽然这不是法制局的业务，但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充分应用你们的人力去做事情，把它做的效率。好不好，秘书长？这次你去伤脑筋啦。好了，但是我是觉得两个月做一个设备，我无法接受了。好不好？好。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说哈，除了这方面的开放之外啊，立法院现在有旁听席的是在哪里？我们现在在院会有旁听席。院会嘛，有旁听。那虽然说我们的法规里面规定是说。这个委员会不得旁听嘛，好，
那当然也有人提案说这委员会开放旁听，对，好，当然过去也有外面也有这样子的要求，是，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留待委员来讨论。对，那万一以后要设的时候，你的硬体啊各方面，你有办法配合吗？有的，我们总务处有一起来配合，就说如果说真的要旁听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空间虽然有限，但是我们可能会找一两间先来试坐看看，先试坐看看啊，对，好，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做的是人民的国会、开放的国会的话，是那你委员会的旁听似乎也不没有办法去避免。对，也没有办法去避免。对，否则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是变成说，招委决定我要邀请谁来。对 对, 对。然后是坐在，搞不好坐在委员席。是啊。坐在官员席。对。那其实这混在一起，这是不对的。是。啊，因为我们不希望委员他的独立问政受到干扰，受到干扰。是。但是委员的问政是可以被看得到、听得到，这个 OK。可是怎么样，你可以不干扰到议事的去进行？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在技术上面要去克服的，好不好？是的，啊、哦，这个请秘书长你们可能要去做一点规划的。好、哦，再来一点就是说，请问一下立法院有没有智库？智库，对我们自己有没有自己的智库？我们现在就是预算中心、预算中心、法制局，对这两个嘛，这两个如果我要把它类比成是立法院的大脑的话，大概是这个。然后图书馆是立法院的心脏，啊、哦。但是我们这么大的院，113个委员，我们在做质询，我们在做问政，我们要面对整个庞大的行政机关。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没有大脑，没有心脏。没有错，目前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不对？的确如此，没错吧？对。啊、哦，你也当过立委，你也很清楚嘛。对。你完全你在问政，我相信你大部分也是靠你的助理的。对。后问的是助理哪强？哇，这个资料啊、嗯哦，研究各方面都很强。如果找不到那就完了。对，因为每一个委员其实处理的事情很多了，尤其选区的委员。所以我看到美国的 Congress 他们的 Research Center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难怪人家的法案可以这么的深入啊、哦，他们的议员的问政可以非常的精彩，因为有强大的这个研究的 support 在后面。是，所以我当。前一天跟您跟院长我们在一起谈的时候，我也提过。有我刚到立法院来的时候、啊、各位可能还记得、啊、那第一年就被炒这个什么9A立委有没有？有、啊、说什么 A 的什么 A 这个 A 那个，我说我们都还没有进来，怎么就被讲9A立委？后来我们每一个平均每一个委员一年被砍掉80几万，将近90万的经费嘛，所以我把它加一加，那一年大概有上亿哦，省掉了钱。那些钱为什么不拿来做这方面的强化工作？其实法制局啊，如果47个人的话，哎、欸，这个是很可观的人力啊。但我不晓得那47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啊，如果那47个人是可以做独立研究的人啊，他们在法案上面可以提供的见解会非常的多。啊，我不是要，我们不是要你有任何的 bias。你可以做很客观的法律上面的啊，政策上面的跟资料上面的分析提供给委员，就议题就法案啊，我觉得那个对我们问政品质的提升才会有帮助了，才有帮助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初被砍掉的那些经费，如果可以拿来做这些事情的话，我相信啊，对于我们立法院整个法案品质、问政品质的提升，真的就会高很多了。啊、哦，那当然，这个秘书长，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啦。我非常同意啊。那能不能做？啊、不行，现在这个你同意没有用，但是要能做啊。是啊，现在这个钱，可能要那些省掉的钱，不知道拿去哪里了。现在都已经归国库了吧？归国应该还是编在预算里面，但不知道编去哪里的啦。啊、哦，因为起码没有到我们委员的薪资里面，都已经没有编了，都没有编 了。对，所以那些，可是立法院的本身的总预算并没有减少吧？没有吧？应该都已经减掉了，减列了，所以应该是减少了。应该是减少了。对。但是我是觉得过去我们说，当然先不谈那个，我意思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强化这方面的，否则你一个立法院没有大脑也没有心脏，那这个立法院实际上是很弱的啦。啊，而加上我们委员已经那么少了，对不对？那委员那么少，我们能够聘用的助理也非常有限。每一个这个选区选上来的委员啊，你的助理费当中你 要分配多少是在地方上服务的，所以国会能够用到的助理坦白讲没有几位，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立法院本身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源，然后这一些也才能够有助于立法院在法案跟预算还有政策上面知识的累积啦，啊，知识的累积啦，这个真的才是对国家整个我们在立法上面，不管是技术、政策，还有整个未来上面，才是真的可以累积跟发展，而且是有帮助的啦。对，好，所以我请秘书长这边、立法院这边，真的好好去规划跟评估一下，啊，这个才是真的能够对未来长远我们的立法发展比较有帮助的东西，而且所花费的钱绝对不会特别多。绝对不会特别多，比你去买那些硬体好多了啦，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来，请回。好，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请郑玉鹏委员。好，郑玉鹏委员不发言，请徐国勇委员，徐国勇委员，徐国勇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陈雪生委员，陈雪生委员，陈雪生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不在。陈学圣委员，陈学圣委员，陈学圣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不在。张宏禄委员，张宏禄委员，张宏禄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我们其实应该去定一个那个规定啊，就是在本委员会登记三次未发言的委员，我们要停权，停权三个月，不得再来登记。啊，不然你没有问题了，你没有问题，你是这个提案人呐、啊。不然的话，我每次要在这边念这个登记之后就没有在本委员会出现的委员的名字啊。啊，我们这是一个惯例，没有错。好，我们还是呼吁啊，哈，如果没有打算要发言的委员，可以不用来登记了啊。这是让招委其实很辛苦，因为念的舌头打结哈。好，我们今天所有委员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不好意思，我在一开始的问过，我们有第二轮的发言了、啊，顾委员，你还要不要再发言？还是留着以后开会的时候再来讲？啊，好，谢谢。所有委员发言，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书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吴志扬、王惠美、李彦秀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好，我们今天因为一开始就宣告，我们今天不会进入实质讨论了哈。那么我们会等到其他的这个版本再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再请提案委员再来说明，我们会请相关机关再来做答复，我们还会有下一次的询答的机会。好，我们今天散会。